我玩搶工時嘅1:18。即今天是1月21日啦，前年就是我請假的第四日。即嗰時天氣預報就話有一個寒潮殺到，但不過到咗兩年之後呢一日咧，又話1月20幾日又會再有呢寒潮。1月21日即舊年我就去呢個肇慶，我嗰時18點幾就搭車，跟住下晝5點幾先去到目的地。因為你去好多地方停嘅車，即係如果我有印象咧，好似記得天耀街市，即係實際上天耀街市而家變咗啲連鎖鋪噶，即係喺2017年嘅4月幾嗰時。但我記得天耀街市咧，因為唔滿意嗰啲又係租金太貴，所以咧呢個街市頂你個肺啊！等下先，哎哇！就轉頭走先，即係如果我有印，頭先我樣嘢就話，即係天耀街市執咗笠。我如果我有印象咧，天耀街市已經喺2016年嘅2月29日，即係闰年2月29日，2月29日佢就執咗笠。即係已經從此以後天耀係冇街市，個個想買就一定去天盛街市。但不過嗰陣時天盛街市開咗好耐。但如果以我哋嚟比較咧，我哋喺2014年嘅11月20日，你話2014年11月21日，天盛街市啊，唔係天盛成個商場都執曬落，就嚟開咗臨時街市。不過開咗臨時街市都唔係有啲好嘢睇，臨時街市又話啲租金太貴，啲好都好多嗰啲人搬走曬，冇乜人去啲臨時街市幫襯，好有好多嘢賣，不過啲嘢都過曬期。琴日去呢個考察，我其實好攰，因為我6點幾起身，咁早起身，我原本都7點幾起身，大概6點幾，即係咁啱喺食飯嗰陣時就提及到一啲嘢，即係化學科唔合格咧 ，Miss 就話會測驗同埋要罰抄，跟住中文又係中文，我哋全班冇人會合格，又係會小班測。其實寫到中文呢個考試科，中文嘅閱讀全級最高分就係 B 班嘅54.5分，即係插班生。即係冇辦法㗎，即係化學科，唔知佢會出咩題目啊嘛。即使要温書，都有呢個機會温咗書，但係想問有啲題目係出咗，但係想問係完全你又冇温過書嗰啲題目。所以今次化學考試個個死啊，個個都死咗基本上。
永遠都係三十零四十分，三十零廿分，十幾分都有人但係想話咁啱就聽到有人話諗住想作貨，其實上你即使作貨都冇乜用嘅。你即使退休嘅話，你唔讀 APL， 你轉其他科目咧都冇用㗎。因為第二學期之後啲嘢會越出越深啊嘛，同埋越嚟越多啊嘛。你轉第二科都一樣噶，個現象咧都係越深越多噶，都係越辛苦啊。咁你預期科科深，不如你唔好轉，純粹你可以話唔好讀，唔好諗住半途而廢啊。既然如果你半途而廢，咁點解你一開始要揀呢科咧？我想問你，點解一開始你要揀呢科啊？所以就叫你唔好轉科啦，轉你都冇用嘅。即係化學科真係好多嘢背，有啲人未温過。首先中文唔使理啦，中文咧嚟去都係有彈，即係彈啫。就係話做得好差。第二學你唔好以為第二學期冇事啊，第二學期會考埋第一學期嗰啲指定篇章啊，即係會混合一齊考噶。即係基本上呢個閱讀其實好難合格。因為你首先，如果你真係好勁啊，指定篇章你30分，你即使你但你明都閱讀，你梗係諗咩咧？首先文言文你一，如果你解錯曬，全部做錯曬就係文言文係最難，因為唔知咩。如果合格嘅話，真係為靚。不過就死咗喺中英。我就死咗中英數化啦，通識未有，我地理有啊，不過合格啦。不過如果以最尾出咗成績分嚟講咧，我化學科係真係僅僅合格嘅啫。佢四十分合，我四十分合格，我四十分。僅僅合格就啫。首先在 KFC 食早餐，嗰陣時我唔知點解咧 ，KFC 比較少人啲，永遠就係，但係最多人係永遠大快活。聽日即係冇咩發生，都已經對曬卷。作文咧，即係佢話，但係相反，你作文咧就好好，閱讀就好好抄。即係冇一次，即係實際上，如果你話閱讀嘅閱讀理解練習，同埋呢個閱讀理解嘅統測，再加呢個考試，其實實際上
Miss 係 Miss 係完全冇贊過你嘅，冇贊過我哋，係淨係彈嘅啫。又話你嗱呢一次嘅閱讀練習，呢一次嘅統測，呢一次嘅考試都做得好差。我話懷疑你哋係咪唔理解？其實好啱我哋，真係理解唔到題目想講咩。咁做咯，咁想合格都幾難，好難合格嘅。我哋個班裏邊全住最高分都係得46分，都係得46分，好難合格啫。我真的冇想過會退休。你如果你揀一啲科，你的目標就是要讀好啲。而家你就話唔讀，而家你就話讀完呢啲科之後，跟住過一個學期之後即刻唔讀，咁你真係半途而廢。但你呢個行為，我可以以一個三分鐘熱度嚟表示。即係如果你話而家你想呢個叫咩 ？drop 咗啲科，即係退咗啲科，但你又讀。讀其他科你都係一人三分鐘熱度啊！你都係唔想讀噶。與其咁，你不如唔好退休，不如努力啲。我講真嘅，唔係講笑。所以叫你唔好退休點解？反正如果真係退休，你讀邊科都覺得好辛苦啊！唔好以為好輕鬆啊！之後。我以為之後，哇！淨係考呢啲嘢啦，後屘之後唔係啊，之後會考你考啲仲難嘅嘢嘅，同埋越深越多。最緊睇下你有冇心去讀書。唉，又好似話要背。好似話，如果呢個活動之後咧，四月幾又會再我哋大家一齊集合。這個所謂集合就係喺10月20號呢個集合啦。即係我哋四月幾又會再有嘅四月幾2017、2018年今年嘅四月。不過最令我感嘆嘅就係三月幾嘅急救班，我好似冇瞓，咁我咪真係休息咧。耶！我賣嘢賣得好辛苦。